我不爱我不明白，我不爱我不明白。属灵的文书，属灵的文书。意思就是讲，你另外一句讲，另外一句话讲，我爱我真正明白，真正清楚十分，真正有把握，愿意圣灵的文书，未讲阿咩啰，把我爱我真正清楚，真正明白十分的把握，愿意属灵的文书。所以，咱来读。我用福建话读给听，来你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到第六章，第十二章第四章到第六章讲呢，文书有真正几种，但是是一个圣灵赋的，福音的职分有真正几种，拢是像一个主赋的，工课的方式会真正几种，但是是一个上帝独一无二。正人来面做成的，弟兄们，保罗甲咱讲呢件，你讲文书遮个种，但是文书是圣灵赋的，讲阿门无？阿门。圣灵赋人 charisma 是圣灵赋的，了五中的职事是主决定的，你叫五中职事的，就是讲牧师啊、传道啦、教师啊、先知啊、师徒啊，是上帝赋的。上帝叫你，那牧师叫你来做了后做牧师，不是牧师叫你，是上帝叫的。讲阿免无，我未使过欢喜感恩，我是讲做了后爽我来做牧师的，这是上帝叫的 ，God calling， 上帝叫我来，所以我来，所以这是主的工来。但你圣经讲物件，工课 ，the diversity of activity。工会，这工会呢，都是不得话叫做 inner germa， 大家讲 inner germa， inner germa 的意思就是叫做灵力，大家讲灵力，意思是讲呢，诶，圣灵的灵力甲上帝灵力，都兼得人人的身躯顶是由圣灵来搬的，你讲阿咩咯？圣灵搬灵力，好难，我爱咪？爱，哎呦，爱，我咪爱啦，走，来呀！好硬棒，咪啦咪啦，你超出去，咪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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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系 OK， 咪啦咪啦咪啦 ，OK 系 OK， 系咱同咱做成分咯，圣灵可能运输，这个是运输咧，哇，这人硬啊，都白超白算啊，圣灵显到伊特人嘅身故，大家讲圣灵显伫特人嘅身故，圣灵伫特人嘅身故，为着人谈到益处。为着人谈着的事，真要紧哦。阿弥陀佛有圣灵运输，为了吗？为了家己爽啊？无，为了人，为了人谈着的事。所以圣灵给咱物件，头一个给咱地位的恩物，啊，了圣灵佫给咱知识的恩物。阿摩讲 the word of knowledge and the word of wisdom。了圣灵佫给咱信心，大家讲信心。信心。啊，圣灵佫予咱人医病的文书，第一讲医病文书。医病文书。了，圣灵佫予咱人行神迹。行神迹。第一讲行神迹。行神迹。啊，我讲 working of miracle。了，佫予咱人讲预言，第一讲预言。预言。啊，佫辨别精灵。辨别精灵。啊，大家讲啊，辨别精灵。辨别精灵。OK， 了。个荷兰人讲特兰庄的方言，讲特兰庄的方言，翻译方言，翻译方言。OK， 了，咱看落去一段真有经验，这一切拢是上一个圣灵所做的，一按了来的意思，分别荷特兰人，大家讲分荷特兰人，分荷特兰人，分荷特兰人，挑事啊，挑事啊。哎，这个挑事啊！圣灵的运数是何等的人，不是何一般人，不是何有的人。圣灵讲是何等的人。阿摩讲 ，to each one individually， 何等的人？意思是讲，只爱如爱，如感如甘愿，如满意，如爱如真正渴慕。我都了，人一个来看。所以，关于圣灵文书，我是安尼看的。这九项的圣灵文书，
拢属于圣灵所有的，讲安尼好。哎，真侪牧师安尼讲，我真听真侪牧师，这几十年来我听真侪，我已经信主二十八年了。我听过大牧师讲，无出名牧师讲，安尼报道家讲，真遐侪，真遐乱啊。人讲我有这个恩赐，我有我的恩赐。那我要跟你讲，恩赐无通谈的，对不对？不是你做工来，唔读圣经来，都来的，就是圣灵的嘛。所以这教行的恩赐是安那呢？圣灵的，来讲圣灵。圣灵。So the gift of the Holy Spirit belongs to the Holy Spirit。嗯。无人会有这 ownership， 这 ownership 是圣灵。无人会有圣灵恩赐的，但你圣灵甘愿将伊分予每一人，但伊无永远有诶。我对我牧师诶人，我对伊真了有。我看到身躯顶有真侪圣灵恩赐，医病啊、肝鬼啊、叫死人活起来啊！我亲目睭看到伊叫死人活起来啊！但你永远。伊今日规身躯病个了，着黑个白，着血管。意思是讲物件咧，伊有只文书内边，伊个病个了啊。意思是讲，真清楚个讲，生命文书毋是你永远你靠伊，伊毋是属于你个，是属于生命内面，按照生命个欢喜来分予大家。阿门。家己今日出面讲，是分予大家。圣灵不是圣灵文书，不是女的。圣灵文书不是女的，是圣灵的。圣灵的。啊，你记不住边那是困到条青，但伊都无聊的啊。